正手跳起来杀球的话，我就是时机老掌握不好。比如说蹦起来，球落低了，然后索尔呢你就打出去了。蹦起来，我们叫跳起来，跳也行，蹦就蹦嘛。因为这个是什么？就是一个空间的感觉。嗯。因为你没有跳的时候，你的感觉是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一跳的时候，那个击球点肯定不一样。那为什么要跳？就是因为它跳的有危险嘛，因为它击球点又高了嘛。嗯。下，所以你如果是说跳了，结果击球点没掌握好，那个球等于浪费了。啊。你先做几个看一下，放松还是要放松一点，很好，手腕再压一点哈，球不够，球太长了一点，哦，还是太高，力量速度是有，但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长的杀球，你看你这个网在这儿，它离网还有一段距离，嗯，手腕再压一点，好，手腕跟手指压一点，好，继续一点，稍微放前一点，哎，好一点，哦。好，那你看你杀球啊，就是说，一个就比较长是一个，再一个呢就是说，我觉得你在拍，你的拍面啊可能有点往里了，所以你看你的球啊不会往边，你看，就是拍面最少稍微直一点，我估计你的拍面可能有点这样，那这样的话你比如说我来跟你打比赛了，啊我在这个地方对不对？那你一杀我就在这儿了，你看没？虽然是很重啊，是不是比较容易接，对不对？是一步，所以这个你就我吃的力，讨好的程度不是那么大。所以当然你既然花的力就要最少也要让人家花点力嘛，是我还是比较主张一些有点点上用这个腕力看有多少力，好吧，好，哎，很好，看见没事儿，蛮好的哈，哦，你打两个出去给我看看，好吧，好，还没出去，哦，我叫你出界嘛，啊，你知道拍面是怎么做了吗？就是翻多翻了一点，这个方向就在你拍面控制，你杀就杀一个出界怎么样的，那就至少你明白了啊，这个拍面太多了，往里面来一点嘛，来一点还出界再来一点，对不对？应该可以不断的调整它，嗯，但是最重要就是要明白我刚才打的时候我的拍面是什么样子才，你这样你才可以去平衡它，去调整它，对不对？嗯。还有一点其他什么？那个就是搓球，搓球，我觉得我搓的都不转，然后看有些高手一搓特别转。我觉得除了搓球，还有一个刚才我看你这个反拍的勾对角，对，比较硬，对，就是现在我只能教你一个，你选择一个吧。搓球，搓球，嗯啊嗯，好吧，那就来搓吧。这个搓也是要把这个球搓起来，所以这里面当接触球的时候，它接触这个面的时候，你要把它提起来，它才能搓到。那有些人他这样也可以。这拍子球是这样走的，那有些球比如说它这个球在比较边了，嗯，你再这样去的话那个球可能会出界，那为什么要这样的话就把它球给提回来了，所以变成它的球会直，它首先握拍放松一点，所以球比较转，但这个球呢会比较高，我也可以让它低一点，那高的目的呢，就是它高，它垂直下来，比往自，比较难挑这种球，所以这个球就是要抢高一点，那对方才比较远嘛，所以你高一点他可能扑不了，那对方比较前的时候就要搓近一点，啊，我可以搓近一点，对吧？所以我力量上面要控制一点，那对方比较远的话，那我就搓高一点，对吧？啊，对方比较远我就搓高一点，对方比较近的话，我就搓低一点，哎呀。就错低，放松一点，这个地方一定要不要抓死掉，哦，好，再来试试看，嗯，啊，力量可以尽管用这边，好，有点大动作哈，哦，对对对，好的，放松还不够放松，这个地方不够松，好，这个地方少接一点，这个地方可以多用一点，好，好，再松开一点，对，很好。拨拍的时候手指对，哎，对对对，这几个球质量相当不错，嗯，啊，但是多练我就说，嗯，啊，因为球的不同样的速度啊，不同样的点，可能效果是不一样的，嗯，多去练，多去体会。
往前已经交完了。给你对错一会儿好吗？刚才看你错的不错。行，好，放开一点，尽量想把我挫败就行。好。好的，很好啊。这个地方干脆一点啊，不要拖泥带水。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很好，对，很好。哇，太重了！来，这个动作你就拖了，看到没有？就要干脆。刚才不是干？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对对对，哇。好，相当不错啊！我觉得就是要多玩一下，多体会一下。那动作还是有时候会比较大，会比较硬的啊。但是就是要记住怎么错的，多做就是属于你的，不做还是别人的。是，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好。